你下次应该买我这个牌子的假胡子，你那个太容易掉了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要明白明白明白你意思。我怎么一直听点像要崔健要崔健？崔健老师没来，崔健老师忙别的事呢。Oh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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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lm down, calm down. 他发生什么事？ Okay, 他发生什么事？他急了。我真觉得这个人唱着唱着唱生气了，这是。这人不能憋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那怪你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哎哎 ，stop, stop, stop! 哎，我们还是拿个板子好了，看着比较照。他真的只能这样子，只能见。渐弱，让他走吧。因为他那个，我们一起给意见好了。好啊，好的，我们的意见是三位，我们都不推荐。三头牛逼，大枪不如他的手掌。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卡通配音啊，演了一段话剧。我觉得他完全，他的功能和你的那个哨子是同一样的。没有这个听一下是还可以接受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说听一下下，如果听时间长的话，好像整个人是没办法。我一下下都接受不了。你听过那个擦玻璃那个滋那个声音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推荐这个声音，不推荐。OK。姓曹，那就给他过吧。我想说一句话给所有的选手一个建议。是我说的。一会儿有我的姓，我想，就是这个是应该写到那个比赛的宪法里的，就是千万别模仿王菲或者张惠妹。那我唱，请以下评委老师，我唱什么呢？妈，你问我，妹妹，当然唱你拿手的、啊。你唱一个好汉歌。披星。算了，弹吉他。他去哪里啊？他一嗓子把自己喊倒了。